你假请好了没？还没呢。你得赶紧请假呀，怎么着也得回去看一眼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萧景光刚刚开始筹建，好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，好多技术难题还需要我去攻克。我这一走，肯定会影响进度。 而且，现在正好赶上公开病，正好把我妈做梦都想看着我穿军装。现在走，这事儿肯定也泡汤了。可我现在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，我这心早飞回去了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看我爸吃过药，不知道怎么这回就突然得了这么重的病。 所以你更得赶紧请假回去看看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工作，我也知道你的工作很需要你。但是云鹤，叔叔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他病得这么重，万一有点闪失，你这辈子后悔都来不及。 叫钟晓不能两全。听我的，赶紧去请假，回去看看叔叔，啊！我去找老师汇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行吧。实在不行，也没办法。事实总比不是好。 这是今天刚刚收到家里的电报，父亲病重，我想回去歇日子，看看您能不能给个假。父亲病重，于情于理，你都该回去看看。老师，我是担心这小景况正在开发的关键时刻，我这一走，怕是要耽误进度。 眼看就要铲没了，这肯定会影响到工作的。还有，就是公干兵的事儿，周氏报名的节骨眼上，我这一走也会受到影响。我想，您能不能帮忙争取一下？小景况那边你放心，有张处长和文忠他们在。还有啊，就是公干兵这件事。 的确是件大事，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，是中央军委的伟大部署。放心，我会尽力为你争取的。谢谢老师。叶鹤，情况特殊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赶紧回去看看父亲。另外，一定要替我问候一下你的父亲。老师，您放心。 我回来以后一定加班加点，把落下的工作都补上。好，快走吧。哎，坐稳了，啊。
云客到了吗？已经给他发电报了，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快到了啊。那是西南方，云鹤就在那边。我们当初犯了一个错误，不该让云鹤去贵州的。听说他很苦很累。行了，大妈，咱啥都不想了啊，咱好好养病啊，啥都不想了。儿子好不了，为父的子不瞑目啊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他爸，云鹤来信里不是说了吗？那边的条件啊，虽然差了点儿，但是工作挺轻松的，生活啊也挺稳定的。周末的时候啊，他还能和雨萍上山打猎呢。我听说了，建设初期是最苦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周末，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。行了行了，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好了，哎，当初你还说呢，年轻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，不都你说的吗？嗯，我的银河啊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来喝点水啊。为了赶进度啊，战士们采用三班倒，一天24小时施工，这打井的速度非常快。下面呢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修建咱们的通风系统了。好，抓紧时间生产，争取啊早日除霉。哎，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。啊，怎么样，设计顺利吗？哎呀，因为这里的特殊地理环境，设计工作遇到一点麻烦，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案。好，尽快解决。瞎胡说，这不好好的呢吗？我也回来了。爸，这回还是熬不过了呀。爸，你会好起来的啊，别瞎想。爸，我爸到底得啥病啊？云鹤，云鹤，爸想你了。你瘦了，黑了，果然辛苦啊。
可怜的孩子。爸，您别担心，我不辛苦，就是那头紫外线强，太阳那么大个，天天晒着我，我老王戴草帽就给晒黑了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孩子要是实在熬不住，就调回来吧，啊！爸，您别担心我啊，那段艰苦我有心理准备，再说我也适应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能过了技术建设这一段，就轻松多了，啊！您别担心，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呀，快了，爸，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我们矿区的职工要实现工转兵，中央指出施工队伍要逐步整编成劳武结合、能工能战的基础建设工程兵，实现队伍革命化，提高战斗力，适应边备战边建设的需要。不是，妈没听明白，你要参军上前线打仗啊？妈，您别误会，我不到前线打仗，我还在后方搞建设。参军是光荣的事啊。光荣。我们应该支持云鹤呀。支持支持。爸，您啊就好好养病啊，我这回回来就等您把病养好了我再走。爸就是有点累了。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爸，您呀，好好休息，等您睡醒了咱再唠啊。病人加水，病人很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爸，睡会儿啊。病啊！我从小到大，你看他打针都没打过，这怎么说住院就住院了，还这么严重？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发烧咳嗽，我们都以为啊，也就是气管炎、肺炎啥的。后来到医院一检查，才发现。发现啥呀？医生说是恶性肿瘤，晚期的。医生说他没有多长时间了。还好还好，你总算是赶回来。你准备早通知我呢？你爸就说怕耽误你工作，不让告诉你。后来他感觉他自己中了，才让我给你发的电报。回来了就好，在家多待两天啊。凤云啊。老花好些了吗？哎呀，他这个病啊，好不了了。哎呀，你也别着急，顺其自然。是。那，刚才刘地元
送来一份电报，你们不在家，我就给你送过来了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嗯，我走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再来看老方。哎，你忙啊。云鹤啊，好像你单位来的。回来还没坐一下呢，就回去啊！啊，我马上去发电报，我晚两天回去。云鹤呀，妈是过来人，都经历过，你回去吧。工作要紧，啊！啊，可我爸呢？你应该了解你爸。他这个人呐，面冷心热，话少，可他心里头都有。刚才还在那叨叨呢，说这孩子去那么艰苦的地方，怎么生活呀？他心里。他要是知道，因为他耽误了你的工作，他不更得着急上火？这病情不更得严重吗？是吧？回去吧，你这不看也看着了吗？你在这儿又帮不上啥忙，啊？妈，
平，雨萍，云鹤回来了没？云鹤，没有呢。还没回来。咋了？急死我了，这报名日期都快截止了。嗨，要我说你就自己去报名呗，不用等他。那不行，我们俩说好要一起报名去当兵的。你还真当真了呀？啊！行，你快回来了，赶紧告诉我，我们去报名啊！啊，走了，慢点。哎，我今天回来，王叔说你这两天回来，我天天就在这等你。路上倒了几回车，时间都没赶上，就给耽误了。叔叔身体咋样啊？啥病？肿瘤晚期。回头再跟你说吧，我去找指挥长报个到。行，我去给你放行李。好，来把包给我。哎呀，自己能行？哎，我来。帮助我们了，云鹤，老师，我回来报到了。这一路颠簸，累坏了吧？来，坐坐坐。哎，老师，接到您电报，我一刻不停的往回赶，但是路上还是耽误些时间。云鹤，你父亲的病咋样了？肿瘤，还在治疗。云鹤呀，别怪老师不近人情，咱们这个小景况啊，的确是出现了问题。这个张处长多次来向我汇报，说这个小景况的总体设计啊是你搞的，离开了你呀、啊，这工作没法往前推进呢。啊，再有就是工改兵这件事，啊，本来我是打算啊让你挑重担的，但是由于你这个家里啊出现了情况，所以这次机会就给错过了。老师，那文忠干啥了吗？他也没参加。不过呀，你们两个在一起配合默契，这小景矿啊更需要你们，还是留在小景矿吧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既然回来了，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小景矿的工作当中去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老师，我这回回贺松，我发现医院里贴的都是大字报，咱们这头有动静吗？嗨，抓革命促生产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这也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嘛。是，云鹤呀，啊，这一路上辛苦了啊，这赶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。老师，我回去洗一洗，马上投入工作。云鹤，辛苦你了，您放心吧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召开我们全处的全体大会，方副处长的父亲病危，我们临时发了电报把他召了回来，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和方副处长在指挥长那里立下了军令状，要保证小景矿的顺利开发，支援农场的建设。可是呢，上个月我们发现原通风系统的设计和实际情况啊存在着严重的差异，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会带来严重的隐患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
所以啊，我们要全力以赴，把这个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。云鹤，谈谈你的想法。小井矿通风系统是否能达到使用标准？直接影响到矿区的生产安全和下矿职工的生命安全，甚至影响到三线建设的注意速度。组织上给我们予以重任，予以信任。现在我代表技术部门立下军令状，三天之内交出完整工程，十天之内争取投入使用。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儿不孝，一天都没孝敬上你，连你临走的时候也没送上你一程。妈，儿是在三线搞建设，这个时候
这要是小小矿开发的关键时候，而走一天，都会给国家带上损失。妈。 你下井去啊！来，大郎，你们俩赶紧把电缆搬进去。这么多人，你不叫这我们俩？对啊，下午着急要用，赶紧搬进去，快点。 买盒烟给我们啊！买什么烟？快，赶紧搬！快点！快！他年轻，让他多拿点儿。<笑>就你事儿多。<笑>王队长啊，王队长，你就紧着软柿子捏吧，你就啊！好好，赶紧搬。 让道，让道啊！好股不挡道。吴大龙，你啥意思？<笑>李云山给人挡道了。吴大龙，我就知道你狗嘴里捅不出象牙来。行，干活。好，谢谢。 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队长，你就放心吧。 咱哥几个又不是第一天下井，那天天开大会，耳朵都听出茧子了，你还有啥不放心的？<笑>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咱们加油干，干完活可就请你们喝酒。队长，你可不许骗啊！啊，骗你干啥？我这花生米都准备好，就放在宿舍了，我吃完了没舍得吃。行，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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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。 医生，怎么回事？医生，队长，没事，刚才晃了一下。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刚说安全第一，你就晃神儿，怎么？想着晚上喝酒了，还是昨晚没睡好，净想着媳妇儿了？哪有啊？行了，你别干了，下来休息吧。 我没事，队长。真没事啊？真没事。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放心吧。来，来，东子，东子。
平常干活，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，是最认真的一个。今儿怎么样，黄师哥？小队长，我头晕。头晕。是瓦斯中毒了，撤！医生，撤！上，撤！快走！来，这头，来，同志。同志，同志，你俩还能走吗？是，来来来，扶起来。叫人，这样我们还有一线生机，要不然咱仨都得死在这儿。你快走啊，肖队长！你们先睡着，别睡着，往前跑，我去叫人。我去叫人，哎，走。